得通，但是这个出租车司机一直拒绝电话，他就给那个出租车公司打电话，通过出租车公司然后确定了这个就是什么呢，驾驶员他的身份还有手机号。你说你准备要好点，我好去跟他说，因为你不说的话，我当时去跟他说，我不可能，我这个到时候搞得感觉好像我来要那个回扣了，是吧？我这事你就干嘛呀，大家都说那个的，你问他他收多少钱，问他给不点，急得很啊，他就是要找他收集一下吧，他昨天晚上找到今天一直都在找，看吗？师傅，我跟你说几样的情况，打比方说，我要收集你的，我的他那个啷个找到我，他不打比方说他找我就我就不承认，他我师傅就是不承认，他找我办法。说，因为他我拿过来要拿，我先回来上来着。我没有那些钱，没手机不在，现在手机在哪里？那手机我还他们的。现在手机在哪里？现在手机在哪里？你知道不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还他。刚刚说在车上，现在都在车上，里面到底在哪里？我还他了。现在还了是不是？还了。刚刚不是不在车上吗？还他了，不是？什么时候在哪里还的吗？说老实话。都是本来是服务行业，都给我乘客服务哦，同一个窗口，但是因为自己一时贪心去了贪恋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不好，但是过后经过民警的教育，意识到这种错误了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